美国印第安纳州传出五岁童枪杀婴儿事件，男童无人看管的情况下，家中拿到爸妈所拥有的枪，外将才十六个月的弟弟射杀。警方后来还在男童与这身上验出可卡因与大麻等毒品反应，目前以他们的爸妈逮捕。 印第安纳州拉法叶拉亚提一名五岁男，今年三月在家中持枪射杀仅十六个月大的弟弟以赛 a s a i a 警方后来逮捕二十七岁父亲格兰特 d a n t e R. Johnson 与二十四岁母亲沙蒂亚 Shiati R. Welch。发当时格兰特正在睡觉，身为护士的沙蒂亚刚不在家。格兰特报案时。 谎称以塞亚是被哥哥摔或是打伤，并且否认家里有枪。后来才坦承妻子房内有放置一把枪。警方前往现场调查时，从死家中搜出九十三颗芬太尼 （fentanyl） 药片、大麻等毒品。结果又在五男童与死者身上验出毒品反应。目前，格兰特与迪亚除了被指控疏忽导致儿童死亡。 疏忽导致体伤害等罪名外，又被加控持有、交易麻醉药品大麻的罪名，将有可能面临二十至四十年刑期，并判处每一万元约七点八万港元罚金。星岛头条 App 经已推出新版本，请立即更新，浏览更精彩内容。